江本部长，连我跟在背后指使的本部长，他打算全都一网打尽。你现在到底在说什么？我跟那件事有什么关系啊？到现在还是一样，当申本部长的间谍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申本部长一直以来汇了不少钱给石科长的样子，这等于证明石科长的的确确是申本部长的手下。你知道申明子曾经生过一个女儿？是，出生自宁月的申明子，跟抛弃女儿自己跑走的申明子都是真的。什么？你居然可以把我这个婆婆骗了30多年？说出你的心愿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全新2小时。